特紧张，然后期待都在这一刻就有一种释放的感觉。我别不行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哇，这个区域我都没来过，这边是不是应该喝一杯的？哎，我真的没来过这里，你知道吗？终于见面了，就是有一种，哦，那之前所有的就紧张，然后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惶恐，还有那种期待，然后终于三期节目终于见面了，所以还挺不舍这个舞台的，然后啊，就很奇妙那种感觉。今天晚上应该要失眠了，然后反正蛮谢谢蛮多人的，因为这个上这个节目真的，我说了是开后门来的，能够有机会能上这个节目，真的很感谢导演组很多的，也谢谢就是场上所有的乐队老师和我合作的所有的歌手，能够一起能演绎那么多好听的歌，真的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几期节目下来自己还留下了几首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歌的。有机会的话我会争取今年把那个自己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来听的，期待吧。我走了，拜拜。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